呢个咁独特嘅地方，大家系咪好想知道喺边度嚟嘅呢？唔好意思，我系绝对唔会讲俾你听嘅，因为喺旧年嘅4月，有一个 YouTuber 将呢个地点公开咗之后，就立即俾人哋闹爆啦。香港零一啊，未经佢同意咧就 cap 咗佢张图，就大大只字写话咩地龙探秘成非法打卡热点，啊不幸遇上蝙蝠細菌啊！隨時死人，仲話呢個 YouTuber 咧上載咗呢條片之後咧，有6000人次觀看，咁即係鼓勵啲人去啦。但係佢自己香港零一咧，佢又派個記者去，即係本來一樣唔熱嘅嘢咧，佢就再翻炒，再炒熱啲。啊，佢仲叫埋個記者去入邊影相。啊，咁啊，講俾人聽，裏邊係幾咁危險嘅。咁咁危險嘅嘢就唔好再叫自己個記者去啦。咁你自己又去又話危險，咁又叫人哋唔好去，咁啊都唔知佢想點啦。另外一個山野新聞庫，佢又話咧不要亂闖雨水排放隧道，跟住仲去信呢個渠務處喎，啊驚佢唔死啊，幫佢打多2支毒針先。咁啊，問渠務處咧，如果有人闖入呢啲排放隧道咧，會有咩後果？會唔會檢控佢？咁渠務處又醒喎，佢話咧，如果遇到有公眾人士啊進入呢咁嘅雨水排放設施啊，咁咧就會勸喻佢離開，咁啊，即係冇事啦，即係唔會告你，又唔會拉你啊，咁啊勸你走嘅啫，啊。同埋佢嗰啲渠務設施咧，有啲導賞團可以安排你咧做依呢、這個正確途徑啊嚇，有呢個職員咧就陪同你參觀嘅。其實我哋做 YouTuber 咧，就真係好難揾食，除咗要好俾心機拍條片出嚟之外咧，仲分分鐘唔覺意觸犯咗法律。就算嗰樣嘢係唔犯法嘅，嗰啲道德撚。都仲可以將你擺上台嗰度公審，有時仲驚你唔死，打翻2支毒針先。咁啊，誰是誰非呢？咁嗰啲有關資料嘅 link 咧就貼咗喺下低，咁啊自己睇下啦。咁呢條隧道咧就係、是、雨水排放隧道，咁啊顧名思義啦，係一定係要有雨水先可以排放嘅。又唔係嗰啲水塘排洪道，所以基本上嚟講呢，如果冬天去又冇落雨嘅，就比較上安全啦嚇。啊，我都戴翻個頭盔先啦嚇。呢啲咁嘅環境，你話危險好危險啊，就一定冇錯嘅。如果你話安全嘅，咁啊肯定俾人鬧爆噶啦啊！嗱，咁仲有好多後生仔去影相啊、打卡添，上面嗰啲塗鴉都幾靚嘅喎，啊，咁我都影咗好多相。咁沿住呢條隧道落去呢，其實就係寵物公園嗰個頂嚟嘅。咁呢度呢，其實係一個叫做乜鬼嘢啊？叫做淨水池，係等嗰啲沙泥啊、垃圾咧，可以喺呢度沉積嘅。咁有啲沙啊、淤泥咧，咁嗰啲渠務工人咧就可以喺度清咗佢，咁就唔使流落下游。咁啊，都幾濕滑下嘅。啊，咁啊，如果嚟呢個地方咧，就最好着水鞋啦，啊，同埋呢個記得帶電筒啦，好黑喎，乜都影唔到喎。咁啊，有啲朋友仔有着拖鞋嘅咧，咁就可能要除咗係揾手揸住。哇！你搏唔搏啊？你濕咗好大鑊喎！啊啊！
哎呀，我乜都过到。呢个净水池咧，去到尽头咧，系会有个大铁栏嘅。大铁栏后边咧，就有一个圆卜碌嘅嘢。圆卜碌嘅嘢咧，其实系一个竖井嚟嘅。咁佢咧就深入地下，呢个系45米。咁45米之后咧，就通去一个主隧道，全长咧就1.2公里，直接有直径咧有4.9米咁深，每分钟咧就可以流100立方米嘅水。佢差唔多咧系整个荔枝角嘅地区咧，30-40% 嘅雨水量噶啦。咁有咗呢啲排洪隧道之后咧，荔枝角呢个地区咧就唔会再有水浸。嗱，呢度望翻上去咧，左边就系接呢个湖接出嘅水，而右手边嗰边咧就系接呢个呈祥道啊、天主教坟场啊、黄大仙祠嘅水。咁如果我哋想去呢个圣殿咧，咁就要攀过呢啲水同埋泥咧，就上右手边嗰条隧道啦。左手边嗰度咧就有个铁闸，可能系啲渠务工人咧就冇闩道，咁沿住呢条铁闸出去咧就可以直接到呢个宠物公园噶、哦。咁但系而家我哋去圣殿，所以咧就系要直入呢条隧道，大约行200米到啦，啊，200米转右，系啦，转右咧。行过啲湿湿滴滴嘅地方咧，再行前少少咧，就会去到圣殿。好快就见到佢哋。哇！呢个圣殿啊，呢度。这个位置有人叫它做圣殿，亦都有人叫它做太空基地。年轻人千辛万苦来到呢，都是为了在这里拍几张照打卡而已。其实这里呢就是呈祥道的入水口来的。现在没有落雨，但是冇問題啦，但如果落雨喺呢度入水落嚟咧，咁你喺度打卡你都幾大鑊。咁啊，中肯啲講啊，如果唔落雨咧，我覺得呢笪地方係安全嘅。咁打完卡之後咧，就沿翻原路啦，呢條黑蚊蚊嘅隧道又捐翻出去，去翻淨水池，又落翻我哋。落嚟嗰條隧道嗰度，上翻我哋呢、這個青山公路，即係8號幹線嘅入口啦。入口呢度咧有幾個窿喎、哦，左邊有兩個圓窿，右邊有3個方窿，咁係乜嘢嚟嘅咧？嗱，嗰兩個圓窿咧就一眼望通樓短嘅啫，呢3個方窿咧。就原來都是互通的，就通回去这个蝴蝶谷那里呢，就是排这个蝴蝶谷下来的雨水的。如果沿着这条雨水道一路走上去呢，都还有很多很漂亮的涂鸦。现在年轻人滑野就要去到荒山野岭才滑到了、在市区滑野会被人捉。睇翻佢条主隧道啊，其实佢系一条长1.2公里、直径4.9米嘅导洪吸管。其实而家我哋屋企用紧嗰啲 U 型隔气都系导洪吸管，不过佢应该系全香港最大嘅导洪吸管啦。
跟住又要讲翻啲免责声明先得。以上节目内容纯属阿伯鸠噏，并不保证其资料嘅真确性，亦唔建议游人前往。拍呢部片出嚟，系俾你哋睇下笑下，咁就算啦。